黑心凌，想要跟你争吗？既然敢甲心凌偷提钱哦，李宝娜，啊，我哪有偷提钱啊？我是来推销友情。好，我是安怎？好，我哪会感觉我跟他要去甲？好，好，你们爹给去解决哦。那呢，我只好亲手把你这腰带收拾嘛。啊，这是啥？唔知影啊，无写名，无写住址，干那写两个字好哩啊尔。我知，真有可能哦，是巴拉送来礼金啦，啊，我歹势，所以我唔敢写名。甲巴拉送的好字哦，退到转去给伊啦。摕到赵娇伊的证据啊，安尼唔然会当控制杨明珠，甚至林青龙嘛爱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请伊来做我的主婚人，我名正言顺嫁给田丁，做林家的新妇。真贵，真贵，无去啊！真看嘛，到底是谁送的啦？来，黑箱，啊，你是你甲咱纠缠的？哎，到底是谁寄的啦？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都还没有出国，你们给我搞这个东西。或者是你找到了车子，结果他停在你后面。我装反了耶！啊？反正就有打电话。